Oi. Thank you.
有，啊，你叫咱做掉，啊，咱做厝出掉，厝出掉，啊，各位姐妹、各位弟兄，啊，大家早安，大家都早安。非常的无用，啊，所以要排除着时间啊，来才来讨教，啊，这嘛是讲遐尼简单，啊，因此呢，因为咱邱杰林主委，啊，了解着咱中央下啊，德务的这个需要，啊，咱中央下啊德务在早年嘛是咱邱杰林啊接落来，啊来引导，啊来教育，啊，相信讲今日咱坐伫遮。大家拢互咱邱杰林甲咱栽培照顾着，前辈者嘛拢总当阮美美结束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也当在咱这个所在，啊，那是在咱家己的厝，啊，在家己啊这个老家啦吼、哦。所以呢，伊哩一个台顶，也当直接甲咱做一个呼叫，啊，即个人要甲讲起，互咱的正能量啊，互咱的地位啊，也当做一个加强。伊安尼讲呢？我会记起，当时佛陀的时阵，咱知影一个难得比喻，即个贵人故事，啊，我也曾经讲着，但是透过着这一年，把它讲一遍。那当然，因为啊，难得比喻，伊是一个乞丐，啊，当然，伊伫佛陀啊，要去到啊，迄、那个故迄、那个所在来讲经说法。那咱道宾路啊，伊嘛才讲佛陀要经过的一条路，因为伊一世人就是啊，善巧行拙啊，不能吃得无，所以这么个贫困，嘛伊一世人所做的因来，所以这世所见的苦厄，所以伊知影，我要安怎改变伊家己的命运，所以伫迄个时阵，咱知影咱道宾路啊，就把一条佛陀要行过的路，就甲扫啊，非常的清气。那当然，佛陀伊伫六通内底当中有了这个六通，所以知影难得比路，所以伊来建设的这也来扫这条路。那无师佛陀呢？啊，当然啊，就去甲伊迄个啊，去甲伊个讲讲去啦吼，伊伫啊千里边出来吼，啊，咱好个时间来啊锁定的吼。所以到尾啊，伊伫这个难得比路啊，啊，得到伊个出来。高调说法，当然咱就比如呢，后世来转世成功，一个乞丐，一个乞丐来转世甲成功，好、哦，当然这嘛是啊无原因，啊透过福德伊加持，透过福德伊这个大德大福气，所以一年一秒的改变。啊，恁今日去恁邱杰林大德，那么咱恁以儿心灯的大发亮。今日去一趟别处，来到咱爱小学堂，而且甲咱加持，甲咱加智慧，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因缘。但是伫这个当中，咱何必了解一件代志？啊，就是讲咱身躯有地球仪啊，那个关震动，还是甲关迄个啊，迄、那个消音啊吼，哦、震动哦。咱因为咱了解到地，因为啊，这个。听法的人会受咱影响，啊，所以呢，一连一点，啊，我拜托讲，咱的手机啊，关震音、震动的音啦吼，这是我啊，这个咱做一个要求啦吼，啊，咱今天啊，